Abraham. Abraham. 細佬,查實鳳凰池好似我同你咁。 佢都係有一個樣衰啲嘅細佬,叫做華清池。 兩個衰池都係人工挖成。 鳳凰池向鑽石山西邊山腳,跟住鳳凰溪。 而華清池就向鑽石山東邊山腳,上元嶺啲溪間旁邊。 呢个华清池系由中国健身会揸嘅。华清池嘅前身本来系果斗段名导演侯耀先生，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响上海死落嚟香港，除咗帮九龙深水埗烫尾道212号至230号嗰间3层楼高嘅建南中学校戏剧概论之外， 嫁基向牛屎湾整咗间叫学艺专科学院。这个华清池本来是学艺专科学院入面嘅学生游水池。响佛历2477年3月31日礼拜日晏昼1点，由油麻地小轮个老板刘德铺主持游水池启用礼嘅华清池。 作商業開放就喺佛曆2491年8月29日禮拜日晏晝2點，由果條又好波又好攞嘅靚女美人魚黃婉晶小姐插把大教剪嚟拉佢剪彩嘅，不管呢樹比鳳凰池 up dub 後撚多，淨係得一個堂拉竹棚，不過佢係用瓦管嚟引啲山坑水入塘。 呢个华清池南北长25米，东西阔20米，成个堂比竹棚圈咁围稳住，上边用7有布遮太阳，西边有个茶水布同埋10几间贵宾房俾啲大春袋拉埋班靓女响树碗游水衫，约大餐。冇银纸嘅就唔该死去东边，果树有屎塔，公众更衣室。 同埋1塊跳水木板。中國健身會嘅會員、憑會員證免費嚟玩，其他人就唔該貨返5毫子鹹。龍，Bosco，博西哥，大佬向九擺。中國健身會向青山公路11.5米，即係依家更新灣，Casson Beach，都管理1個游水棚架。 喺佛历2491年7月13日礼拜二开幕，嗰日系亚爷21岁生日礼架。好啦，讲返嗰个华清池，个经理系条叫做白云英嘅靓女。呢条后婆五里乜七节庆，都中意连续3日晏昼2点至黄昏嚟搞水艺会，好似农历7月初7嘅。Tana 学校节农历8月15个天食间，冷，绿度蓓蚂蛛。中秋节，水艺会除咗有男男女女戏水表演之外，仲有女伶唱嘢，搵影或戏明星仔嚟唱国语时代曲、跳舞、做吹剧，夜晚就表演消烟花。Abraham，Abraham，细佬。 佛历2492年2月19日礼拜六晏昼，钓佢老母臭花喺唔知边条冚家铲啦，条女匿响西边更衣室搏嘢，钓完喺烧翻芝士后向烟仔，唔整熄就教脚松人，结果个烟透咧着咗个竹棚，一阵西风吹嚟，向晏昼4点半就烧起嚟，唔使15分钟就已经烧到冚冚声。 该砖螺西边更衣室拉茶水布喊扮难烧鸠拆捻晒，连东边都系烧正啲咁啡。查实启德机场皇家空军消防队已经嗱嗱临向晏昼4点11个字，叉咗2堂火烛车嚟帮手救火。不过嗰班少嘢兵冇捻试过向山区救火，鸡手鸭脚，搞到晏昼5点。 旺角水车管果亮堂4号同15号火烛车嚟埋至9点，阴公
华清池，成个泳棚几乎已经烧够晒。 Boss哥，博西哥，大佬，燒完米有利起過。佛曆2492年5月29日禮拜日，朝頭早10點，又試開返。不過呢個細佬華清池嘅名水啦，佢大佬鳳凰池都類似。由於華清池只係夏天啦秋天嘅泳季至開放。 佢喺佛曆2483年6月18日禮拜日第三年開檔。個年8月25日禮拜五，即係農曆庚寅虎年7月12日，住喺九龍城大鼓嶺村56號地段，依家摩士公園。不過23歲嘅靚仔陳斌玉先生拉佢奔露死嚟華清池玩水。 陰公向淺水道浸死咗，認真唔露禮。結果果年玩到，聽食間，冷，呂度閉馬瓮。中秋節，喺佛曆2494年春天之前閂門。嗰班走赤和共產黨死嚟香港嘅大陸難民，就老實唔客氣，塌狗曬佢啲竹升、木板、七一步。 仲把九埋个唱嚟起咗个木屋区，刁那星呢个细佬华清池得过3年名仔，仲短命过佢大佬凤凰池。呢一地当中系北平共匪嘅错。